年多未发唱片的混血歌手倪安东即将发行第二张专辑《Wake Up》。二月五日，倪安东在台北举办新专辑预购签唱会，并请来陈汉典为自己站台，并与其一同派发红包与福袋。《爱的面包魂》中，两人不仅有相当好的默契，而演唱主题曲时也是一拍即合。活动中，倪安东与陈汉典一同献唱《爱的面包魂》的主题曲。事后，倪安东更是大赞陈汉典的表现。我觉得今天他比较有紧张一点嘛，他很收，可是他至少那个音准都有唱到，所以我觉得以一个专业唱歌的表现，非常的棒。另外，陈汉典被问到是否会和陈妍希一起买专辑支持倪安东时，他表示倪安东需要自己与陈妍希随时都可以替他站台。随时如果要站台，我们就 OK 了，是呀，要主持或什么都没有问题。好。